为净化选前治安，查缉选举赌盘，本分局执行威力扫荡专案，于辖区破获天九牌职业赌场，现场查获赌资及投注金共200余万元，现场赌客60余人，全案以赌博罪及涉违法移送侦办。本分局将持续执行威力扫荡，防止任何违法行事影响选情。